用翅膀，冬天为你暖旧伤，今天让心晒晒太阳，雨天你的眼泪成汪洋，让我为你覆盖你的脸庞，让心这春梅香气，飞往梦想远方，手放开路更宽，拥抱更多想象，有你一直陪在身旁，闪一线青霞，这春时光。黄老师早。哎，黄老师早，恭喜啊！谢谢。好，恭喜恭喜恭喜啊！生孩子，然后学生真是又直升高中，现在是真的亲个两没掉哎。我是生儿子，哦，这个这好厉害呢，难怪人家说闯祸情深要了。不准哦，对，不准不准。哎，说真的，大嫂现在生小孩，有新的生活重心，现在应该不会三不五时还想到他爸，然后心情难过吧？谢谢关心，比较不会了啦。人家最近有参加慈济的活动，三不五时呢就会去开会啊、上课什么之类的，生活也比以前呢开阔了。我是蛮鼓励他这样做的。嗯，不过哦，不过怎样？虽然他看起来每天很高兴、很快乐，但是我知道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爸爸。他希望做到他爸爸以他为荣的那种女儿。我担心啊，哪一天支撑他的这个追婚跟稻草倒了，他也就垮了。你担心你老婆，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啊。你有升学班要带，还要照顾你两个爸妈，还有两个小孩，压力很大。我撑得住了。最好是撑得住，有事一定要说，不要最后是搞垮你自己。谢谢关心了。喂，你好，我是，好，请等一下啊，龙龙电话。啊，我电话，谁打来的？好像你家人。喂，我龙龙。哎，爸，啊，妈一点老回。后续的这个案，麻烦你家属配合。哦，好，谢谢医生，谢谢。谢谢医生。怎么样，妈怎么了？检查怎么说？妈，肠子长了不好的东西。不好的东西是癌吗？不要，不要说那个字。你不
不知道怎么样跟妈说了。我们一起处理，一起面对。嗯。待会看完，你先回家。没有关系啊，我留在这里陪你。先回家顾孩子，两个孩子需要你照顾。我需要跟妈妈在。同样，我两个孩子也需要你这个妈妈在。嗯，那我带完孩子过来陪你。不要啦，伟翔才刚出生呢，医院去了那么多，就好好在家里，好好把孩子顾好，就算是帮到我。怎么样？你给他奶奶，我有一件代志要拜托你啦。哎呦，卖讲一件啦，十件代志吼，我拢答应你。是安怎？我之前不是用爸爸的名义捐功德款，现在我想要换成我婆婆的名字，然后再加一倍。加一倍，嗯，这数目不小哎。我婆婆住院开刀，我妈妈在讲我今晚用替伊做啥，所以我就在想，我是不是可以借由布施的力量，然后祝福她度过这个难关。想来想去，跟他这个方法，我真正不知道能做啥。好啦，我知影，我会处理。你敢有想过，林宏老师甲恁大官一定比你搁较近？啊，恁哥哥伙啊，拢需要你去安定因的心。啊，恁若着急，因是比你搁较着急。我相信哦，恁找医生运动是真好个啦。你着放心，甲恁大家交予医生，啊，甲你个心交予菩萨，甲你个烦恼、甲你个着急交予我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即马也转去，甲家己安定落来，甲你应当做、会用做个代志拢做好，好不好？谢谢，真的谢谢。买你够了。别烦恼啦，妈一定会平安无代志。啊，我嘛有用妈的名吼，捐钱去做善事啦。啊，咱做伙家做伙家祝福吼。张，我妈的手术怎么样？医生啊。阿文看的到底是安怎啊？手术非常成功。家仔，做家仔。你哪里哭了？
得笑啦，得笑啦，我使到老命骗我啦，我懂。你的笑比你的哭较歹看呢。就甲你讲，我无咧哭啦，我是咧欢喜啦，咧替你欢喜啦。啊，我手术好啊哟。嘿啊，足成功的啊。阿弥陀佛，感谢你做佛。真正感谢你做佛比。感谢顾你妈，成功了哈。而且我最后还要化疗呢，那我妈先不要想那么多嘛，先不要想那么多。啊，现在没事了，对不对？是。妈，你明仔载哦，你想要吃啥，我来准备。龙龙，免啦。我会当阁看到恁，我着足欢喜个啊！我嘛足欢喜。什么代志啊？春梅，我听讲你用我的名，啊，捐钱去做手术。哎，嘿啦，妈，啊，我是想讲捐钱哦，会用替你积福德啦，啊，搁会用去帮助人，安尼真好啊。啊，是捐偌济啊？知影哦，我咧做残人哦，一世人拢足勤俭的。妈妈，春梅哦，这做善事啦，唔是白开啦。我知你甲爸哦，拢足勤俭的啦。啊，唔过，哎呦，互你老母继续讲落去啦。哦。我唔是咧怪春梅啦。经过一届破病了，我已经想开啊。若无今仔日，你闹明仔载，钱哦欠较济嘛无效，不如吼，都甲捐出去，互需要的人啊。啊，真正。所以讲哦。你捐钱，我无反对啦。啊，是讲你是用我的名捐出去的，这条钱应当是我来捐，唔是你。妈，你老母的意思是讲哦，你用伊名义捐的钱，伊要退出来啦，伊要家己出啦，非得咯，好代志也无咧惊一个人做啊，对不？龙龙啊。啊！你千万哦，唔通甲孙美啊动哦。在走的这条路是咧做善事的，啊！你爱哦，要无烦无恼，放心啊，行落去，知无？我知啦，我袂介意，走动。
你真的答应我去做慈济了？真的。那我就要和千惠师姐他们去做法事喽。好啊。你去做什么都没关系，只要你可以从心里面真正的快乐起来，我就很高兴了。修修修！阿德吼，咱姊妹啦，迄孙美的老母啊，专工敲电话叫孙美啊，讲啊要坐青鱼啊，啊煮坐青鱼汤哦，互你啊疼下身体。哎，本正吼，我要起来呢，我讲免啦，阿德人已经好好啊，免麻烦啦。是啊，来来，很烧，烧烧。安怎啦？妈，安怎？我唔知呢。鼻落去臭臭味啊，咁要冰白安尼。安尼啊。不管卖啉无。好好好，安尼放我边啊。哎，龙龙啊，添一杯果汁给你老母啉。好。要紧吗？要紧啊，要紧。老爷，啊，咱来客台办这几工啊，增加一层，你在上面。你拄啊才出院尔，咧烦恼厝诶代志，安那才先出来哦。好啦，啊若无啥物代志哦，咱款款来倒来啦，吼。即个阿伯哦，真可怜，中风哦，佫无人照顾，啊因某即小可有问题啦，伊诶厝边想要甲斗相共，嘛拢无办法，只好来找我即个李长通报。唉，我嘛是无办法啦，所以吼、哦。我甲伊想讲哦，请恁来斗三工啊，这无问题啦。啊，到啊，啊，终于经啦。这种地方怎么住人呐、啊？要怎么样才能帮助他呢？起码你拢看到啊，情况哦就是安尼啦。你好，我是慈济修姐啦。你来做啥哈？啊，是想要来偷摕我的宝贝吗？不是啦，我不是来害什么宝贝啦，我是来跟你斗相共的啦。你像我。不是啦，阿辉啊，伊是吼来甲你斗三工，照顾恁阿妹啦，我甲你整理吼恁厝的粪扫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你吼、哦，今一个敢偷摕我的宝贝吼，放手，我会予你买食困啦，我会去报警察，你放手啦。好好好，你莫生气吼，我是真正甲你斗三工的啦，你免烦恼好不？咱先来走好啦，咱先走。好，好，好，走啦，稳当起吼，稳当起吼，不然就刚刚来啦吼。好啦，阮来等啦，阮来等啦吼。Thank you.
讲，搁较有路用的物件，用袂着就是粪扫，来清掉。或是捐给有需要的人。放着不用，就是垃圾。那我们就照爸讲的，看看有什么用不到的垃圾，就把它捐出去吧。可是对我来讲，它不是垃圾。那些衣服都是爸爸一件一件帮我设计做给我的，那是爸爸对我的爱。我知道，但是你要这样多久啊？爸都走了这么久了，两三年了，你以为爸会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吗？都这么久，你该走出来了吧？纯美，来做啥哈？啊，是想要来偷摕我的宝贝吗？可是对我来讲，他不是垃圾。咱人啊，伊这款物件眼光蹲伤多，心内愈烦恼。哎，物件来清清的哦，心内自然就会清。你还要这样多久？你以为爸会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吗？都这么久，你该走出来了吧？
前，把我们送到回收站去。好，那我送过去了。等一下，我跟你去。拿的东西真的要回收了，麻烦你们了。啊，行啊。走吧。在倒垃圾，在倒心里的垃圾。垃圾，倒垃圾为什么还难过？因为垃圾里面呢，有很多对身体和心理不好的东西，清干净就好了，就不会难过了。妈妈在这边，晚上想吃什么？爸爸带你跟弟弟啊出去外面吃。吃完再回来帮你们洗澡。走。春美，以后我们要记得的事啊，是要像这花这么美、这么好的事，把爸的精神留下来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去想。真正歹势，害恁吼白白扫遮济纸。话紧啊，姨丈，阿辉伫即区拢是阮在服务的啊。啊，是哦，真正感恩啊！啊，我吼代表阮即区来感谢恁，感恩感恩。姨丈，那很客气啦，只是讲唔知影今仔日伊敢会开门放我们入去咧。千惠师姐，我今日有炸法宝哦。我爸爸教我的啦，伊早教，伊讲吼，伊若是要出门，不管是拜访老朋友还是新朋友，一定会早伴手。啊，所以我才想讲吼，这坚果阿辉一定唔捌食过，所以带来请他们吃。礼多人不怪嘛。阿哥，我看感恩户唔捌你做过呢。我知道。啊，我是想讲，这鸡卵糕也无偌济钱啊啦。啊，我的心意，啊，请因食一个鸡卵糕，应该是袂要紧啦吼。那个要敲门，有时候也要用对东西，用对方法。好啊，试试看咯。阿辉，阿辉啊！阿辉，师兄姐吼，过来甲你看啦。阿辉，我来看你咯。
阮家里有炸物件哦。阿慧，今日吼，阮有炸鸡卵糕来给你吃哦。这鸡卵糕我走足远的哦，专工去买哦，这鸡卵糕超好吃哦。你看麦，看麦，看麦哦。哇，这水鸡卵糕呢？哦，阮就想要吃诶，哪会这水鸡卵糕啦？哦，就想要吃诶啊！哇，足香诶呢！啊，你请阮入去坐啊，咱做伙来吃一下下午茶，好不？好不？阿威哦，今仔日来啦，来来来来来，请。好吃无？好吃呢，我第一摆吼，有人打电话来给我吃。好吃，豆豆吃哈，你吃得？一定哦，嗯，拢无人要插我，敢那会晓卖瓜，搁够我做炒的。真是的哦，阿奶以后吼，我定来看你甲阿公啊，好不？好啊。这样恁是好人啦、啊！你把我表出来，我把我宝贝做好。啊是哦，好啊，好，你吃你吃。我以后嘛爱做茶工。哦，阿辉做到的呢。阿公，你看安尼头针加加的吼，加足整齐，足舒服的吼。是啊，都是恁娘真好。是我的感谢你，给我这个机会。我再给你切一遍，哈。真好吃呢。是哦，哦，来，饮茶哈。哦，你人做好诶。阿辉人嘛做好诶啊，对吧？好，品尝哈，好嘛。阿公，安尼有舒适无？不行，不行了。没关系。麦斗三工啊，阿辉豆豆仔食吼，我先去斗三工吼。最后一袋了。苏妹啊，谢谢你呢，感恩哦。对啦，歹势呢，互你第一届来访视就抽到签王。第一天来的时阵吼，我足惊你外头就走啊，白过来呢。想袂到上后尾点头是你替我打开了这扇门。哦，你足厉害呢。无啦，你真是厉害。哎、欸，洪老师，你哪来？今天的工程都结束了吧？嗯，差不多了，等到这些上车就可以走了。哦，没问题啦，村内吼交给阮就好啊啦。洪老师来接，紧转去，好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紧啊。千惠师姐，谢谢啊，我下次再来帮忙。洪老师，这是你讲的哦，你是不用忘记的哦。哦。师姐，那我走了，这个我带回去。好啊，好啊。嗯。幸福喽！谢谢你，感恩。好啦，紧等，好。哎，等你。嘿，阿慧师姐啊，嘿，再见哦。再见。快过来哦。好，拜等你。千惠师姐，嘿，你嘛是呢，我嘛过再来哦。嘿啊，啊，所有的师兄师姐吼，我爱过来哦。有人过再来呢。第一届时阵，伊要替阮来甲咱讲呢，伊即马叫咱搁再来呢，天公伯啊，明仔一定落红雨的啦！阿伟，你得搁再来哦。好啊。阿伟，先来登记哦。好。啊，再见哦。再见。再见，再见啦。加工照顾好哈。王老师再见了哈。邱师姐再见。再见，再见，小娘哈。做到的呢，你看，我把你的宝贝
今天也做好的哦。感恩哦。好，呀，安妮阿姨。哇，明天啊，就像千惠师姐说的，可能会下红雨，是真的哦。真的吗？嗯，会下雨是真的，但不是红雨。我们家种田，所以靠天吃饭。像这个现象，就表示明天会下雨的征兆。按照现在科学解释呢，云多，然后云里面呢水汽也多，所以才会反射出红红的一片晚霞。我只知道你数学好，没想到自然也这么好啊！啊？哦，不是我自然好，是你没有学好。哎，我刚刚讲的都是小学的那个学过的呀。啊，我的天哪！你是小学老师，你竟然不知道？哎，我从小到大只听过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，就这样子。哦，对，跟你说，我妈开始吃素。真的吗？嗯、为什么啊？缘分吧，可能是因为这次哦，生病啊，她观念有改变。嗯。嗯，开始注重养生。之前呢、啊，出院回到家喝那个鱼汤，然后就会觉得好像反胃，所以开始决定要吃素。而且我爸也跟他一起吃素，真的吗？真的是太棒了！哎，素食对人体本来就是非常健康的、啊，对，是蛮健康的。不过，人的观念改变，行为也跟着改变了。这是真的、哦，就像我们第一次到这个感恩户家的时候，完全没有想到。他今天会让我们进去。就像我现在，我也没有想到过，我可以开始面对爸爸的离开，可以开始笑笑的思念他。浩荡离愁白日霞，银边东指及天涯。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你这一题也会算错，你到底有没有认真看题目？到底在求什么？爸爸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做数学题目最重要是什么？仔细、细心嘛。你看你这题，第十五题，六四一三八五六个数字中所组成的二位数，哪一个位数最大？你怎么会写六十八呢？啊，这六跟八差这么远呢？再看一遍。没心，你慢慢看哈、哦。没心已经很厉害了，他错一题还是全班最高分，你不要再苛责他嘛。小孩的功课就是要从小盯嘛，我自己是数学老师，我的学生啊年年跳级的，要不然就是考上第一志愿。这数学老师自己的小孩教不好，这，哎，你放心吧，功课我来教就对了。啊，你不要管了。哎，天星、啊，我们再从头把题目看过一遍。来，第一题啊。好，那我就把小孩安心交给你，我就去做别人的春泥喽。啊。春泥。班有个同学啊，家里没有电，竟然还得用点蜡烛才能做功课。我就一直在想说要怎么样帮助他。哎，现在什么年代了，还有这种事情发生啊？对啊，没问题，交给我。哎呦，那就谢谢啦。我是建议讲，先解决因断电的问题，让囡仔先会做功课啦。
啊，咱才调查讲去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，你觉得呢？嗯，这无问题啦，无咱就先安尼做。嗯。春妹，你即马搁爱做活动企划，搁爱记录，啊，搁有咧好好通报一学生的个案，你搁要一一做访视，你可以吗？嗯，可以。啊，越来越热了。最近师姐很忙啊，我们学生他妹啊，刚好是嫂子教的，然后就常常在那边讲慈济师姐、慈济师姐、慈济老师怎么样？你这个师丈红了啊，嫂子很红哦。哎，好。不过，偷偷问你，去慈济最后是不是都要出家？啊？要不用了，要吗？不用吗？哎，可能是我多想，我一直以为他们都要出家嘞。啊啊啊！不过说真的，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好男人，不烟不酒，也不出去应酬鬼混，然后呢又疼老婆，又让老婆去做她喜欢做的事情。啊，不然，难道我要把他锁在家里头，然后每天小孩、学生、小孩、学生的？嗯，那样不是太自私了吗？嗯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像我了，我就喜欢教学生，花再多时间在学生身上，他也不会说什么。夫妻嘛，互相支持。哎，等一下，哦，龙龙，你刚刚讲这句话的时候，背后有道光芒啊！哦，难怪嫂子这么爱你。看得我也有点心动了，不要恶心了。哎，好了。啊，春妹妈妈回来喽！妈妈回来喽！妈妈应该不在家，她的鞋子不在啊。去慈济最后是不是都要出家？又不在了，伟强呢？放在保姆家，培训我去接。他就可以一天到晚到处走。嗯，别人需要他了。嗯，那我呢？我现在裤子掉，找谁来补？我啊。你？你会？妈妈也教我啊！上次我的衣服的扣子在学校掉了，为了自己缝，老师问我将来想当什么，我就跟他说家庭主妇啊。你将来居然是家庭主妇？是啊。培青啊，你的志愿怎么这么小啊？你好歹你可以说跟爸爸妈妈一样，当个老师，或者是志愿再大一点，可以当个什么科学家、数学家。如果你喜欢裁缝，你可以当个，跟外公一样当个裁缝师，或者是当个服装设计师都好啊。可是那跟我的志愿就不一样呢。我想当的是家庭主妇，像外婆还有阿嬷一样，在家里帮大家补补衣服、煮饭呐、扫地呀、还有喂弟弟吃饭，看大家很开心，这样就好了呀。你，我，哎呦，我头好痛。春妹啊，你到底去哪里？你才是家庭主妇。老师，林永德又在这样喊我了，怎样啊？哇，老师你好凶哦！你做慈济啊，可能是90分一百分，做妈妈做老婆不及格。干嘛？你大早吃炸药啊？我们一直说爱的教育。但是到底要做到怎样才叫爱的教育？这可是当老师一辈子的课题呢。爸爸把桌子都翻了，这算家暴吗？
还一只哦。